粉丝竟然给我寄来了我没见过的迷你零食。我这小羊人还没好全呢，你们这快递又送上来了。这不是那迷你零食吗？我就是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样子。惠子姐姐，我给你寄的可都是我最喜欢的大宝贝，不是你最喜欢的了还寄给我，看来我是你最喜欢的吧。你可以抽到什么颜色的迷你彩色零食，就安排上它的奇葩吃法。挑战成功，我就让爱吃零食的人交出手机里第四个表情包，就是来自表情包的诱惑呀。早上就先看看能抽到个什么吧。蓝色的酸奶它不太好找吧？跑了我10公里，终于找到了蓝色的酸奶，浅浅的跟你们干个杯吧。还是酸酸甜甜的蓝莓味儿，早上喝酸奶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别人舔瓶盖，我舔杯子。中午它来了，红色泡面，又是难为我的一餐呢。这个颜色有没有觉得比辣椒面还辣？看来这颜色不代表辣度，也就是个微微辣嘛。倍儿爽！晚上咱这要求也不多，就想吃个最正常不过的黄色薯片。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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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粉色饮料，这个应该不难找吧？还行还行，这个难度不大。这么一杯粉粉嫩嫩的饮料，可不跟我人一样可爱。属于夏天的荔枝味儿。不过这冬天喝有点冰凉了。